欢迎收看全球华人雪茄频道世家时间，我是你们的主持人年重天。春节快到了，先给你们拜个早年，祝大家身体健康，新年快乐。好，来到我们的世家时间，我们今天试抽的也是送礼佳品，是高希霸短号的虎年限量版。高希霸不用我多介绍了吧，是全球最著名的雪茄，而且这一款呢是高希霸专门为我们华人农历新年推出的十二生肖宝石盒尊贵限量版。现在让我为你们开箱。这款限量版呢，它有两层包装，最外面那层呢是一个纸盒，它上面有我们高希霸的金漆招牌，还有一只很可爱的金漆老虎，人银两个字呢代表是2022年虎年的意思。然后到我们第二层呢是一个丝绒的套子，上面还是有我们高希霸的金漆招牌。 18 extras 代表什么呢？代表里面有88根高希霸短号，而且呢八与发是谐音，代表发财。我们再把这个套子拿走，我们可以靠近一点看看是不是很漂亮呢。而且它用的是实心雪松布做的，上面跟纸盒一样有我们的金漆老虎，还有一个高希霸的标志，这边也有一个金漆黑底，非常有霸气，送礼也非常有面子的。现在让我为大家打开看看吧。里面有一张牛油纸，上面写着是产品的简介，然后每一个宝石盒里都有一块金属片的，上面写着限量版的数量，比方说上面写的是12888，也是发财的意思。当然它是一个宝石盒嘛，里面肯定是有宝石器的，宝石器在这个位置哦，这就是我们说的宝石器。先来看看夹标，上面是我们典型的高希霸的标志，然后我们高希霸短号采用的是与高希霸大雪茄相同的上等优质的烟叶，也完全继承了我们高希霸王者优雅和平衡的品味。把它纯养了一个多月，现在状态非常好，它的夹身有一种雪松的木香，还有草本的香气，冷抽的时候呢会有一种淡淡的蜜糖的香甜味，然后在抽的时候也会觉得挺畅顺的。现在我们点火了，很香，有刚刚我说的那种雪松的木香，还有草本的香气。头段与中段一直有白巧克力、坚果和奶油的香味，非常清香的。可是一定要记住，小雪茄本身环境比较小，所以呢一定要慢慢来，不能太急也不能太深，否则夹身会变得太热，影响口感的。我抽了大概20分钟左右吧，尾段会有茶叶和胡椒的味道，然后也带着雪松布的木香。其实我觉得整体来说啊，非常优雅，也很细腻，会有一种高希霸的王者的风味。它呢如果是闭着眼睛抽的话，会感觉到我们高希霸大雪茄的那种平衡雅致的感觉，可是它的强度和浓郁度呢会减半。我觉得它是一根可以让你抽得非常舒服的小雪茄。今天希望大家喜欢我们介绍的高希霸短号虎年限量版的小雪茄，感谢，拜拜。